Hello， 大家好久不见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频道 Crazy Taiwan Nan。这次我要介绍的饭店是去年在京都住的第二间饭店 Kendo Hotels， 它是在京都车站往乌王通方向走34分钟左右的一间连锁的日式町家的饭店。那这间饭店有一个大浴场，也有订早餐，它是一个日式餐盒式的早餐跟自助的饮料吧。房间比我前一天晚上住在京都八幡神社前面的美仙饭店小，但是它交通比较方便，所以当天我们也去了丸鸠小三元跟虎屋的茶馆，所以其实算是交通便利的饭店。然后它的房价呢，大概一个晚上是5000左右，大家可以善用 Booking 或是 Agoda 去寻找一下比较优惠的房价。因为我后来有查到更便宜的房价，所以如果有去京都的话，可以试试看住这间饭店。那它算是一个日式的町家翻新的饭店，离京都车站也不算远。What you wanna say? Say something here. 这是我们第二天的饭店。And then 呢？比第一天小很多。And then 呢？有大浴场，外面是都市的日式装潢的风景。And then 呢？这也是一个挺家的 hotel， 前面是挺家，后面是新式的饭店。来来 ，come 看一下我们的窗外，看一下窗外啊，哎 ，perfect， 啊、，how is it？虽然饭店的房间比较小，但是它的风景其实还算蛮漂亮的。那整个造景就是旧式的日式町家跟新式饭店的混合。然后大浴场虽然有点小，但也够泡汤。因为浴场里面不能拍，所以我有找了一些网络上 booking 的照片给大家参考。那要用房卡进去大浴场，然后可以免费的泡澡，然后算是一种休息也放松身心的方式。那房间其实有大有小，所以要看你在 Booking 上面订到的价格跟房间的大小。希望下次可以订到比较大的房间，说不定有不同的体验。那也给大家做个参考，大家可以去住京都的时候参考看看。嗯，谢谢大家观看我的频道，也请大家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Crazy Taiwan Nan YouTube Channel， 谢谢大家，下次见。